一系列事件的幕后黑手就是 Berrigan， 我们完全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了。确实是这样，而塔尼斯，但我们的目标从未改变，利用神庙的能量来对付叛乱的益处也许正中 Kerrigan 的下怀，但这也是我们唯一的生存机会。我们会生存下去的，我的勇士们，长久以来我们都在徒劳的抵抗，而敌人将我们与胜利的距离越推越远，是时候释放我们全部的力量了。萨古拉斯将永不再受异族生物的污染，而这些异虫将成为倒在我们面前的第一批敌人。族长，数千年来我一直为您服务，我向来钦佩您的智慧和力量，但是近来我感觉到您的脑海中有些东西阻碍了您真实的灵觉。尽管 Kerrigan 已经走了，但是我怀疑他的背叛行径是否留下了更多的隐患。别紧张 Zeratul， 我还是你认识的那个 Rashadel。 最近的这些事件给我带来了太沉重的负担，我有点累了。不用害怕，我的勇士之灵会照耀着你，为你照亮通往胜利之路。但愿如此。行动的时候到了，必须趁异虫集合部队的时候将水晶带往神庙。我会亲自护送乌拉吉，而泽拉图尔则会负责卡利斯。执行官，你必须为阿尔塔尼斯和泽拉图尔提供护卫，保护他们前往神庙。众神的意志啊，我们将引导萨尔纳加的能量将异虫从这个世界上消灭干净。去吧，我的孩子们，星灵一族的存亡就托付在你们的身上了。当你把水晶带到神庙时，异虫肯定会派出所有的兵力来消灭你，你必须为保护神庙做好准备。我渴望战斗。
杀特，荣耀指引我，维拉德升级完成，高哥拉，荣耀指引我。需要我释放卡斯维拉顿吉奥斯升级完成，我渴望战斗高歌了，你算是正在与敌人交战的时候，吉奥斯维拉顿，我释放卡斯，正在接收。需要荣耀指引我。
升级完成，为爱而战，你需要更为爱而战。我已回归。有何战斗需要？Fuck off! 我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升级完成，高度了，为爱而。
沙特，有何战斗需要？为爱而战。我已回归，指引我的怒火。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，有何胜负？执行官，我和泽尔图会开始引导神庙的能量，你必须在我们进行引导期间阻止异虫摧毁神庙。阿顿与你同在，执行官。你的战士正在何战斗时代，我已回归。你必须建造更多的水晶塔，你必须建造更多的水晶交战。我渴望战斗。传输启动，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我已回归，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
遭到感知。遭到攻击。